各位嘉宾，各位街坊朋友们，大家冬节快乐！我仅代表金时代歌舞团、金时代艺术团，在这里给在座的各位，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对我们是莫大的荣耀。为今天的晚会，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，相信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会赢得大家热情的掌声和回应。我们金时代艺术团也会以饱满的态度、良好的表现来回馈大家。所以我提议，我们这第一次的掌声送给在座的各位，谢谢。由香港东区区议会赞助，由金时代歌艺术团主办的经典回忆之二演唱会，在你们大家的掌声之中拉开了序幕，请欣赏节目。年末入冬至，冬节阳气生。古有帝王高台祭天启丰年，今有金时代艺术团舞台高歌庆团圆。金时代艺术团成立至今，已成功举办了十余场经典的演出，场场满座，其专业水准及舞台风格赢得了宾客及观众朋友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团长刘建英先生麾下集聚了一批艺专得心的歌手，热心服务社区，反响强烈。这次的音乐盛会也得到了香港东区区议会的认可、支持并赞助，促成了今晚社区居民乐享隆裕的民俗佳节——冬至的联欢晚会。此刻，团长刘建英带领他的团队，以歌代酒，举杯祝愿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祝愿在座的各位嘉宾朋友们、街坊邻居们福乐永昌。掌声我们首先送给东区区议会的全体同仁们，感谢他们的支持与赞助，感谢他们对社区所做出的奉献与关怀。胡淑华老师和腾格尔是两代不同风格的蒙古歌王，今天我们请大家欣赏团长刘建英老师倾情演绎《战歌》及《苍狼大地》，两支风格迥异的高难度名曲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
请刘建英老师上台演唱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是冬至，很难得大家还来这跟我们欢聚一堂。谢谢，谢谢你们鼓励的掌声。